好期待呀、啊！出发出发，杨姐，哎，你的养猪秘籍可以吗？啊，我想玩游戏呢。他们不会没赶上吧？其他人？还有谁？你们两个是最晚的。天气员，潮流人啊！天气员都跑了，南潮，南潮。真不错，他刚才也是像你这样光腿的。哎，我可是穿了假腿，我看看，哇、哦，真的是假腿，好假的假腿，好假。没有，但这个有点褶皱，但还真一点。这个很厚啊，但是它这个白一点。对呀、啊，你看，哎呀，本人就这么白，我不信，本人就这么白，从头到脚的，这是什么？我的毛毯。哦、我有你怎么也有夹超大暖宝宝？这如果有个超大暖宝宝，哇，那估计爆了。你的夹腿跟我差不多颜色，但是我明天不准备穿黑一点。你跟哎，穿我以为我这个已经很完了，张鑫这个白的过分。你明天也穿啊？穿为什么不穿呢？我明天录不成，那太奇怪了。怎么大家都有夹腿？大家哎，都先夹腿，提前买了呗。夹腿测评，现在开始。然后你查一下你的资料。哦，质量不行。尝一下。这个看起来很假。可以。为什么？为什么阿信是白色的？对呀，这个假。你看，你看，没有穿。是白色号。里面有绒，我是单层，里面加绒。你这个怎么更黑呀？可怕，疫情。哇，我这可白了呢。大家都有纸，我下个纸。你谁的假腿？好像假，更假。你这个可以呀。是谁的假腿假？刘老根大舞台。我们几个比较朴素的女孩，一般没被这样，啊、没有项链，没有配饰，我好穷啊，看上去。嗯，都戴了。老师，你这样说好穷。是的。我也没有。哇，你这自带美白吗？林志晴为什么这么华丽啊？她脖子上戴。嗯，对啊，我戴了，华丽吗？哎呀，就你一个人戴那么华丽。确实好漂亮。戴的什么？奶茶仙子。疲惫的老年人，加活泼的小孩们，加油！加油加油！这是新年的第一场工作。1米7俱乐部，1米7俱乐部，1米5俱乐部。哎呀，1米5俱乐部在那儿。快看1米5俱乐部，这样过去。李佳是怎么上过来的？健康了，我刚吃了一个红丝绒的，是今天是我生日，你知道吗？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走了，这个底下是脆脆的饼，黄油饼，你看好带颗粒。其实我前两天也已经吃了，就只不能这样哦，还吃？最后，这还太多。下课啊，下班了哦。下班下班。好凌乱啊，这个音乐。春晚，但是早上好。就我一个人打。这是一个锻炼音感的游戏。我们下午现在都玩这种游戏。对我们都是很有音乐性。这是在上课，你懂吗？趣味上课。看着好，看着好蠢的样子。我们在学习新的舞步，别管。学会了，我就很帅了。哎呦 ！Hello， 大家。瞬间酷了。今天我已经去外面探了个店了，大素颜出去。这早上喝了一杯，叫做一泽咖啡。然后呢，刚刚去点了一个这个小剧场去探店的，这是我的第三杯，这里还有两杯。这是另外一家，叫做 UREK。你一天到底要喝几杯啊？真不错啊！
一天吗？嗯。哎呀，就很少来这儿嘛，喝多点无所谓了呀。对。这是要对比吗？什么对比？我是为了房子，因为你不可能给我打半脸的马赛克。你们今年公演主题什么？主题就是。热爱 H 队，好好跳舞公演，努力回报每一位粉丝。你这个好夏天啊，好热，这个，因为我这是加绒的背心，可以可以，怕冷，给我们像嘎嘎热。我睡觉的时候，我喝椰青嘛，然后那个阿姨过来打扫，她说这个要丢吗？我说不用丢，然后我醒来之后，她发现她把我椰子里的吸管丢了。有点好笑又不好笑的，你带入那个场景，你就会觉得我很惨了，我就喝不了那个椰子，非要用吸管了。杨佳，你真别说话了，行吗？好了，好好，你还是说话吧，我说话这个节目没人看啊，就是。哎，昨天那个谁说杨佳来了。大家都别挡我对对，林淑琴他说杨绛来了，大家别挡我镜头。所以 你多拍拍林淑琴吧，我上刚刚算了，他很想上杨绛 TV 的，这是复古剧 CCDJ 啊。哎呀，小慧我24号多呀，在研究自己的妆呢。刚才你变成外面的小朋友的模板的歌，你怎么知道？看到了，他拍完照他们说，哦，再来长大一下的歌，真假的？怎么样？心情如何？心情很好，但是不能表现出来，显得我这个人有点不要脸，在偷乐。他们要跟我合照。我估计他们都不知道我是谁，就说姐姐你好漂亮，姐姐你好漂亮，但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是谁。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安徽卫视录春晚和元宵晚会了，我猜应该是两个，虽然不知道具体的效果广告，很开心看看大家。一片狼藉。接班人啊，不过杨绛的师傅。等一下，我穿外套。接下来将由我掌镜。加个外套吧，外套。我是歪屁股摄影师。阿妞，呀，嗨，哇，这个说不好。今天这个摄影师也很漂亮，你怎么不拍一下自己？哎，这个镜头里面为什么你口红是荧光色的？哦、我看着明明是黄色的。那你看一下，你自己看。为什么它是荧光色的？吓死我了，我以为这个变成那种这复古妆容了。对于第一次冲锋岗啊，不是不是，第一次原籍会不会有点太夸张？不是，不能因为你通告数的多。队伍团体通告是吧？嗯，什么感觉？我感觉就是很开心嘛，而且正好那个出动岗第一天赶上我生日，我感觉简直像公司送我的一部分大礼物。Hello， 还有你吗？今天突然担当起 PD， 对，用啊，把我杨绛赶下台。哎，你们跳，我用给你们运镜。来。哎，你们两个人，我赶下来。丹宁，我知道那个大头，那个，我不知道，我去，好害怕呀。小雨说：“都是鄙夷的眼神。”是哥，觉得大家很可爱的眼神，好吗？你觉得我在鄙视你，那就是在鄙视你喽。哈哈哈哈哈！小雨说话了。哈哈哈哈！不仅骂你，我还侮辱你。我也想用，然后你用，但是我想查。哎呦！什么？就刚拿起手机。老板，你声音又没了。我也觉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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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也
我踹支持一定成功了。再拍我都没有感情了。你们到底拍啥？一丹，一丹。我们在拍那个可爱抖音。怎么？我们两个是有自己的 name 的好吗？我们分别有自己的 name。我叫林淑琴，我叫农艳萍。换哪一首？他还不知道呢。你们公演曲那么多，我们可以拍完那个之后再拍，我也是这样想，然后再上车。反正也没什么动作。等我们排练完呗，我们就按照今天就应该有的工作的，是的呀，那个时间表去做，然后做完之后再去搞这件事情。先把今天的弄完再说。对，那你们各要先定啊。各要先定。定啊 ，owner 啊，是 owner 吧。紫菜西西，你这个。这个发型一年只有一次能看啊，大家请珍惜。你鼻子好红啊，好弯呀。你懂不懂啊，就是腮红啊，你个直男。谁要？哎，我要啊。谁要嘎嘎烫。看我今天我今天做了一个我来西班之后从来没做过的头，丸子头。我以前跳芭蕾的时候天天干，后来在什么？你以前跳芭蕾的？这就是你不知道了，冷知识。你看你学什么专业来着？我只关心这个，我是农学的。怎么想吃玉米了？那你怎么知道的？我今天是不是比较美？来，我已经来。哇！下面已经很不错了，我觉得。好，可以。能不能在一个光好的地方拍？甜妹子，感觉跳的样子，我们笑得很灿烂，因为我牙齿。我也是特别灿烂，跳个脸。哎，你知道吗？刚才我们上台，上台的时候，那个跳功夫的那个小男孩说：“加油 ，Blackpink。”谁说的？跳功夫的那个小男孩。我们刚才的时候，那个隔壁旁边他们有人说：“哎，他们是谁啊？”然后另一个人说：“是 SHE 吗？”哎呀，拍什么队形？挺齐的，好紧张啊！怎么大家脸是绿的呀？因为这屏幕显示屏。哇，你今天找的镜头了，好牛啊！好紧张，拍我们队形。还有这个镜头啊，还蛮齐的，头挺专业。哎，这是我直接干的，其实很齐。我也觉得来了，挺齐的呀，好齐啊，还不错哎。哇，对，很齐，我的镜头快，都很像三三呀那个电影，刀锤舞。好，行，完美，完美，耶！我还留了那边的位置给你，那个是你吗？啊，挺好的。不用葫芦了，很完美，前辈们。我说你为什么那么努力追剧？好看，嘎嘎好看。真的好看吗？真的好看。哎呀，排练了。嘴巴还在辣中呢，赶紧了，赶紧了。我还在很性感，要吃辣条了。对呀、啊。
来完了。好。这么效率吗，队长？对呀、啊，我们这队聪明的，小朋友们很棒的。临时换歌，随时换了，哎呦厉害。这是应该具有的临时的临场能力。哎，这首排完了。对呀、啊，我们队就是这样的，赞。突发情况应对，好往好的方面想，四舍五入，等于我们拥有了三个舞台。对，是的，是的。是的白嫖了一个。白嫖，厉害厉害。是幸运。李舒晴，指甲长到把我腿划出去。不是，你看长吗？大家我肉都给它掀开，我要去打狂犬疫苗。大家听。夏老师，醒醒啊！要开始了。他那个是妈妈的一个工作，这么看起来我累。这看起来就是睡着呀。对。哎，我还关键是很暖和。抖音拍起来。什么？抖音拍起来就精神了。跳舞跳起来。对，跳舞跳起来。啊，你真的比林秀琴高啊。他帽子高。对，帽子高，其实我比他矮。我真的比他矮。他真比我矮。好，你不拍照。行不行？你不拍照。我累了。拍够了。看了，那那边脸好，谢谢你，土豆，不想拍了。哇塞，什么待遇啊！我天，终于还是拍下去了，被大家卷到了呀！给你拍，洋洋，给你拍，给你拍，洋洋，哇，快来！哇，我忘记了。哇，有 Blackpink 第五位成员 Anyway， 哇，什么第五位？哎，许杨一卓，你会爱上我的。你看，哎，等一下，不好意思，你看你哇啊，七大师哇，现在删掉，可以给我看一下吗？哎，反而不是我的，删吧。文晴，我可以看一下吗？你就算了吧，来，考虑一下。下班了，下班。少女明星，任姐辛苦了，迎接我们。啊，迎接你们。下班了？啊，没下班。啊，没完成上。呀，下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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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Hello， 大家，我们现在已经工作结束了。嗨，感觉拿了下个肚子了。收工了 ！H 队九尾的一个通告成功结束，过年啦！过年啦！大家新年快乐！三二一！啊